我算是说过有人说烂都吓吓我二十八的我们也就这样下了最后就说了现在你的下手完了下了我们还能爱你的 fucking power 你的人我真的说你现在如果想我要看我你让他拿着身份让他骂我骗你的心就不能知道你怕个你都玩家老师拿风来看我那种被人在你放了死从未来的还是什么样的说 what the fuck am I now 哎现在开始死了不能让人家下了有别人的